刘佩元的《常识宝典》啊，认识中华民国宪法啊，我有15个 YouTube 频道，麻烦帮我按15个订阅啊，不是只有一个啊，按15个订阅啊。看这个这一期的目的两个啊，一个就是说啊，这个认识一下中华民国宪法啊，当然宪法大家都知道，可是一般人呢，不会去研究它，不会看太仔细啊，就是一知半解。我们稍微知道多了解一下中华民国宪法啊，这第一个用意啊。第二个就是说了解一下啊，就是我是从啊，就是一般系的眼光，不是宪法学者啊，不是专家啊，就是了解一下这个中华民国宪法里面一些，比如说不合理啊，一些有问题啊，那就是啊，从啊一般性的观点啊，或者是从我的观点啊来看。当然有些我的观点你觉得不同意啊，觉得莫名其妙，或者觉得哎很有道理啊，这见仁见智，叫言论自由，很多叫言论自由啊。所以我们一般事情有两种，一个就讲事实，事实是不能变的啊，这不能胡说八道，事实。第二个就是解读我的看法啊，解读看法要尊重啊，所以事实你不能捏造啊，比如说这个宪法条文你不能捏造，我不能改了个字不行，一个字都不能改，这个事实归事实。但另外一个是我的看法啊，我的解读啊，我认为这个有道理，那个没道理啊，当然我是根据主观就是主观客观啊，当然也不能胡说八道，可是我的看法你要尊重，你的看法我也尊重。你如果说我改这个字，我捏造事实，你可以说王八蛋，这个臭鸡蛋，怎么乱改啊？这可以骂。可是你说我的看法是什么？你不能说，哎，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是王八蛋，不行啊。就是你可以说，你的看法很幼稚啊，你的看法我也不同意啊，也可以啊。但你不能说，你不能有看法啊，你的看法是怎么样怎么样啊？就是我们就说，一个是事实，一个是言论自由啊，一个看法啊，别人的看法尊重，你可以不同意，可以啊，可是啊，别人每个都有说话的权利啊，但你可以批评。我们看中华民国宪法，我们先讲一个，就是我认为基本概念啊，就是说，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所以我们是讲法律啊，最高的宪法，第二个叫法律啊，就是比如说，参众两院、国会啊、立法院啊，这些叫国会。通过了法律啊，它是第二等啊，法律不能抵触啊，不能跟这个宪法冲突啊，所以宪法最高，再是法律啊，再来就行政命令，什么行政院啊，什么什么地方啊，县市政府的命令啊，这行政命令啊，第二个啊，第三个这第三层次啊，但这些叫行政命令，不能抵触法律。那最低的就是什么什么啊，什么规则啦，什么很多。啊，什么一般的公司啊，或小单位的一些规则啊，就是五花八门的。那这宪法是最高啊，这宪法分两种，全世界宪法分两种，一种叫成文宪法，一种叫不成文宪法。成文宪法就像这种有定出来的第一条、第二条，写得很明白，而且不好改。要增修条文呐、啊，或者是像美国、像台湾写增修条文了、啊，去修改，或者美国呢啊又修改，它就是你不是直接加第几条啊，什么第二条啊加了差了啊差了第三条进去，然后这个第三条往后变第四条，不是，它就另外写一个啊，就是它原来的次序还是不动啊。美国也是，美国就是用其他的法案啊。所以台湾是用增修条文啊，美国是说我弄其他的权利法案或宪法第几修正案12345啊，那主体不动啊，所以叫刚性宪法，很刚啊，阳刚啊。你可以增修啊，你可以或者你可以用增修，你可以用那个修正案啊，可是那里面不改啊，原来的文字还是不改啊，这刚性宪法。另外一种就像英国啊，不成文宪法，英国没有宪法，可是英国也有宪法，哇，这是什么意思啊？英国没有这种，没有一个叫像中华民国宪法，英国没有说大英帝国宪法没有，或者像美国宪法没有，美国有51个宪法，哎，美国怎么会有51个？美国联邦宪法，那一个啊，怎么50？各州有州宪法，所以美国叫联邦制，所以美国各州啊都有州宪法，都有州法律，都有州的
州长啊，都有州的参议院啊、众议院啊、参众议院啊，就是都是小的这个联邦制啊。啊，那英国呢，就是各种的，就是惯例、法律啊、一些规则、观念啊，这些全部形成英国的宪法啊，不成文宪法，所以不成文宪法不好了解啊，你没有生活在英国，你就很难去理解。啊，英国宪法是嘛？这些种种啊，各种法律、习惯啊、判例啊，这些东西啊，形成的。那我们是华人呐、啊，或中国人呐、啊，啊，中国人啊，台湾有中华民国宪法，中国大陆啊有这个啊，有他的宪法，中国大陆有中国大陆宪法。新加坡华人有这个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新加坡有新加坡宪法，但新加坡太小啊，新加坡就先不管它。那香港啊，香港本来是英国这个啊这个租借给英国啊，但是啊回收了，1997年啊这个收回来也不算啊，所以香港没有宪法啊，香港有香港的自治法、基本法这些。所以真正的就是啊，就是中华人民国宪法啊，这个我们今天先不谈啊，有机会再谈啊，蛮可笑的，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蛮可笑。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谈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那新加坡宪法太小啊，也先不管。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跟台湾中华民国宪法，这两个都很尴尬。你说美国宪法就是美国宪法，我就是做啊，我宪法有条文，我们就照做啊，然后维护宪法啊，这个很正常了啊。不管美国宪法定的好与坏，或者执行的彻不彻底，或者方方面问题啊，基本上是正常啊。所以美国算正常的国家，但美国有很多问题啊啊，但它基本上算正常的国家，就是它依法行事啊啊啊，问题是有，但它基本上正常。那中国大陆跟台湾都不正常，为什么？我们以宪法来讲不正常。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摆着好看的，有宪法，全世界也尊重也承认，可它摆着好看的。为什么说摆着好看呢？啊，以后下次有机会另外一集再讲啊。那台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啊，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摆着好看的。那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呢，是大家不承认的。哎呦，所以这两个就很尴尬 啊！新加坡太小不管，所以中国的宪法大家承认是好看的啊，以后有机会讲。那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是大家不承认的，是矛盾的，是扭曲的，而且从某个方面来讲啊，这我认为是个笑话。哎呦，这很奇怪啊！因为第一个，到底有没有中华民国啊，是个问题啊。那中华民国其实没有啦，所以推翻满清以后是民国啊，也可以叫中华民国。可是38年以后中华民国没有啦，因为中华民国是大陆啊，中国啊，中华民国是中国啊，台湾不是中华民国啊，台湾是台湾啊，台湾是一个岛啊，是这个以前35个省其中之一。那你推到台湾啊，所以民进党就希望啊，台湾共和国啊，所以他是啊有这个很大就是国家认同的问题啊，所以你都已经变成35分之一，你还能叫中华民国吗？而且这是民国36年定的啊，那个时候是整个中国没有问题啊，可38年就来台湾啦、啊，只剩下35分之一的台湾，你还能叫中华民国宪法吗？你那时候如果叫台湾宪法啊，成立台湾共和国，那可以啊，大家承认。可是我剩下35分之一，然后我还能够称为中华民国宪法吗？啊，所以这个很大的问题。好，那就算是不管啊，就说啊，我不管是流亡政府了啊，我还是不管怎么样，我到台湾来，可是，我的精神还是全中国啊，不管自己高兴啊，那我还是叫中华民国宪法 ，OK。可是他原来的中华民国，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已经来台湾了，还能不能称为中华民国宪法？这是最大的问题。
啊，第二个我们看这个中华民国宪法本身有一些问题啊，我们来看，因为这个条文很多啊，我们不可能这个看了这个一般人看着头就昏了想睡觉，所以我们只是讲一些重点啊，所以细节不管了、啊，细节也不是那么重要啊，我只是这些啊标出来一些啊反黄啊黄色的字啊。啊，所以一般人有看过宪法，也大概知道怎么回事啊。那我们去讲一些啊，有比较有问题的啊。那宪法就是规定整个国家的啊典章制度啊，整个国家的这个法律的精神，然后整个国家啊，这个老百姓啊、政府啊，那、啊、这个整个国家方方面面要遵守的一些规矩啊，宪法。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因为它有第几章啊？啊，每一章有多少条啊？你看，我们先看啊，它有几章呢？一章、两章啊？所以它总共有啊。有这个175条啊，是中华民国宪法175条，但我们说修正啊，征修条文修正的先不管，那个待会再讲啊。其实宪法这个以前定的本文有175条啊，然后有14章啊，所以你大概有一个基本概念，就中华民国宪法14章啊，有175条啊。我们先看哪些有问题啊？啊，这国民大会是没有了啊。现在已经撤销掉了、啊、我们就看原来的问题。好，不管了，你不管国民大会啦、立法院什么东西啊，这边讲国民大会，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是遗将，这就有问题了，因为中华民国是整个中华民国嘛，那中华民国啊，不管是当时或现在，可能有不同的党嘛，但现在有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亲民党、新党，这个一大堆党，啊，当时又啊，国民党什么这个民社党啦、啊、青年党啊，这个、大工党啊，一大堆党。那这个宪法是讲国家，当时国民党是最大没错啊，国民党也统治啊，执政党啊，最大没错啊。可是党再大，它是一个党啊。这边中华民国像是国家啊。那其他的党不管大与小，它还是党啊。中华民国宪法是讲国家，不能讲党啊。所以你说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是中华民国遗将啊，孙中山他没有当过大总统啊，他当过临时大总统，当过非常大总统啊，而且他是国民党啊，你不能用一个党的党魁啊创立这个中华民国遗教，不能了，而且他是私人呐、啊，他是私人呐、啊，他是个人呐、啊，啊，他的东西可能也会落伍啊，不能这样子啊，不能依据这个东西啊，啊，不能这样子啊，像美国宪法也没有说，根据根据华盛顿，我们的国父华盛顿的怎么样什么的这个遗教，没有啊。华盛顿在美国的地位不会比孙中山之于中华民国低呀、啊，也没有这样子弄，这没有什么个人色彩，也不能有党啊。譬如说当初假如说是美国是啊这个民主党比较大，比啊共和党，譬如说还没创立啊或者很小的，美国宪法不能说哎我们依据啊这个民主党的啊这个先圣先贤啊国父啊华盛顿的。精神啊，国父也不行，所以当初有问题啊，就叫做党国色彩，党就是国，国就党，这个有问题啊。就像民进党抗议国歌是有一个是有道理，所以民进党有些地方真是胡搞瞎搞，可是民进党有些地方是有道理的啊，比如说他们拒绝国歌，不承认国歌，国歌真的有问题啊，国歌是中华民国国歌啊，是国家啊。你不能散民主义误当所宗，这不对啊！那当时的啊，什么大工党啦、社民党啦、青年党说，那
我们也是党啊，你怎么国歌国家的歌是三民主义无党所奏啊？有问题啊！美国国歌也没有说啊什么民主党啊无党所宗啊，也没有说共和党无党所宗，所以这个是有问题啊，当初定的就是有问题啊啊！我们再看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又完了，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是孙中山的。是第一条，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你就说中华民国为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就好了。啊，什么叫民主？以人民为主。什么叫共和？共和就是没有皇帝，叫共和。啊，民主，啊，其实这两个就很像啊。民主就是啊，要有什么什么什么国会啊，人民要投票权啊。啊，共和就是没有皇帝。啊，你说大总统也好，总统也好，啊，首相也好，就没有皇帝。就好了，你不要说基于三民主义啊。那如果是啊，像民进党说，我有一个四民主义，我有一个五民主义，我有一个台独党纲，可不可以啊？我民进党执政说中华民国基于台独党纲为民有民治，不行啊，所以这个有问题啊啊。那其他的我们就不讲啊，其他的正常的啊，正常的什么具有中华民国国籍的为中华民国公民，这些我们就不讲。然后再来一个有问题啊。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啊，当然宪法没有讲什么叫固有疆域啊。非经国民大会，当然现在国民大会撤销了，不得变更之。但是一般人都知道啊，宪法学者也更知道啊，固有之疆域是指中华民，是指中国大陆。那你现在是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因为中国大陆不承认中华民国宪法，说中华民国。蒋介石被我打到台湾去了，剩下台湾了，看我什么时候收你啊！啊，能不能收是另外一回事啊！我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我自己的宪法，可是现在中华民国是我共产党在统治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你的固有疆域，你说固有疆域是台湾可以啊？你说你的固有疆域还包括整个中国大陆，这有点莫名其妙，太不尊重我了，甚至连那个外蒙啊！就现在蒙古啊，以前叫外蒙古，像蒙古啊，乌兰巴托啊，内蒙古，现在的蒙古自治区是呼和浩特啊，甚至连乌兰巴托都包括啊，这个很笑话啊。所以全世界他没办法看中华民国宪法啊，第一个一看这么中华民国，第一个已经没有了，这个我就没办法承认啊。第二个，就算我承认你，你们宪法好奇怪，依据一个党的一个领袖啊制这个宪法，那其他党怎么办啊？依据三民主义，依据那个党的领袖他的一个这个研究心得，他的主张啊，变成一个宪法的依规啊，这好奇怪啊啊！你不能说美国宪法说我们这个宪法是根据华盛顿的言论来制定的，那好奇怪啊。然后你明明就台湾，然后你的领土，你的固有疆域是整个中国大陆，是中国大陆，是我们到中国大陆都是共产党统治啊，以前胡锦涛啊、江泽民啊、习近平啊，我们都跟他见面啊，没有国民党啊，没有中华民国总统啊，没有啊，那你的固有疆域怎么会整个中国大陆呢？没办法接受啊。然后中华民国国旗定为红地左上角青天白日，也没办法接受，这是党旗啊。国民党党旗啊，就这个，所以从一开始就说，这中华民国宪法是以国民党的种种的来定啦、啊，以国民党的领导人的精神啦、啊，以国民党的党旗啊，啊，甚至以这个当初38年以前的这个领土，这是不合时宜啊，好奇怪，啊，这个没办法，这个让人精神错乱啊，精神错乱啊，你做国旗，我另外定一个啊，中国第一面。国旗是五色旗啊，代表汉满蒙会藏啊，然后来最后张学良撤掉了，就变青天满地，它是党旗啊，国民党党旗啊，党旗变国旗，那其他党不接受啊，不接受啊，啊，好，我们再看。啊，这个也是，这个没有问题啊，就是我们一个基本常识，就是说你人呐、啊，如果被警察抓了，因为你是嫌疑犯啊，所以人呐、啊、被警察抓，你警察不能说你有罪哦，
你只是嫌疑犯哦，就算你现场抓到也是嫌疑犯哦。啊，那什么时候才是确定罪犯？要法院啊宣判以后啊才是啊。所以你说被警察抓了啊，警察是上面点说什么什么嫌疑犯，他不会说什么什么什么这个罪犯啊。啊，你被警察抓了啊，你可能警察啊，你现场犯了罪被抓了，或者是啊，你现场没有逮到，可是旁边路人指证，哎，就丢西一，丢西一，就他，就是他，啊，指证立立啊，就抓起来了。但是抓起来以后啊，他一定他就是可以把你关在他的这个啊拘留所里面啊，啊，但是他只能啊关你24小时，不能超过24小时，超过啊就24小时那样移送法院。啊，所以以后你要是被警察关了，关了36小时是吧？宪法规定啊，你只能关24小时。警察，不错啊，你懂啊，不好意思，我一下事情太多，忘记啊，赶快送法院。所以美国也是一样啊，他只能关你24小时啊，当然关久了怕产生各种问题啊，他跟你刑求啦，或者是啊各种方方面，我觉得只能就是24小时内啊，为什么不是5个小时、8个小时？那他审问你嘛。啊，时间也不能太给点时间嘛，而且啊，你可能说要休息一下嘛，或者是你要请律师啊，等等，所以他定个24小时啊，这是一个基本观念啊。警察只能关你24小时，拘留不能说关了，拘留你24小时，啊，一定要移送那个法院啊。然后呢，人民要有居住及迁徙自由啊，为什么这边黄色呢？啊，这不是废话，啊，这不废话。它不是废话，因为我这一集是参照中国大陆，因为现在就两岸嘛，台湾跟中国大陆，所以两个是虽然没有讲中国华人民国宪法，我们参照台湾是有没有问题，有居住迁徙自由，以前中国大陆没有啊。你说宪法啊，因为中国大陆宪法我们这一集没讲啊，以后有机会再讲。那你看中华民国宪法，对啊，有居住，人民喜欢住哪就住哪，爸爸去哪儿啊？大陆节目跟迁徙啊，就是你喜欢啊，到国外念书，到国外旅游，去探亲。中国大陆以前没有啊，没有啊，而且是老百姓没有啊，政府官高干啊，就有权力的有啊，老百姓没有啊。你说现在年轻大陆中国人说怎么会没有？你去问你爸爸妈妈，去问你爷爷奶奶有没有路条啊？有没有路条？你问他有没有叫路条？现在年轻人什么叫路条？路条就是你没有路条，人家不放你过去啊！警察啊这些相关的执法人不让你过去啊！你去问问看，以前中国大陆有，你说不要说出国了，也不要说什么四川到上海，你到旁边的省城，你看没有路条能不能去？以前没有啊，啊居住。那台这个大陆这个就是前几年发生了，叫低端人口，而低端人口可能是他没有当地的这个户籍啊，这当各种讲法不一定名称叫户，就是这个概念，没有户籍。那低端人口什么就是穷啊，去打工，强制迁出，超过10万人，过年前把你迁出去。那什么警察、公安啊，开卡车啊，把你东西放到车子上。牵走啊，出了省城啊，比如说出了北京，出了哪里，把你放下来，走，不准进来。没有，这前几年的事情啊。那你说到今天为止啊，你说中国人民可不可以自由出国？你说中国人说，我当然可以出国啊！你看每年不出国很多啊，还出国旅游啊，出国怎么样？那你扪心自问，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出国啊？我看未必。中国大陆就算每一个人出国，你自己扪心自问，你要办什么手续？像台湾就是我办个护照啊，我办个护照，办个签证就出去了，没人管啊，啊除非我是通缉犯啊，通缉犯啊，不然的话我正常，我就买张机票，我护照没有过期啊，我对方到美国到英国，我有对方的签，我就出去啊，没人管啊。中国大陆你扪心自问，你要办哪些手续啊？你要办哪些手续啊？细节就不讲，你自己出国啊，你自己问问看你要办哪些手续啊，要不要什么保证人啊，要不要银行证明啊，要不要有没有什么刁难啊，当然你是官二代啊，
啊，有钱啦、啊，什么东西啊，刁难就比较少啊，甚至没有刁难啊。你就说一般人啊，啊，或者是啊，有什么这个当地啊，对你啊这个不太好的啊，是这个意思。然后人民要有秘密通讯的自由啊，啊，我们这个讲完，我们这个分上下啊，或者上中下。你看，这个宪法是民国几年定？民国36年定啊，啊，一直用到现在啊。啊，征修条文是另外一回事啊，里面有些东西改，我们最后再讲。你说废话，人民有秘密通讯，什么叫秘密通讯？我私底下打电话啊，我在家打电话，我没有跟你政府报告啊，啊，通讯哦，我用 LINE 啊，我跟亲戚朋友用 LINE 啊，或者跟外国啊，秘密通讯，我上网啊，我上 YouTube， 我上 Facebook， 我上外国的网站，秘密通讯，秘密嘛，就是政府不知道，什么叫秘密？就政府不知道嘛。警察不知道嘛？啊，军队不知道嘛？秘密通讯这当然可以啊！我干嘛什么要跟你政府报告？就是我跟亲戚朋友讲话，我跟外国老师讲话啊，甚至这个我骂政府啊，我骂政府啊，我在 YouTube 上骂政府啊，我有权利啊！我觉得这个政府哪里做不对啊？那外国人也是觉得啊，对啊，你们这个台湾啊，这个政府民进党或国民党哪里不对啊？啊，这个或者是中国大陆哪里不对啊？有权利啊！我没造反，我当然你不能说我开车冲总统府，我搞到黑枪啊进去把这个行政院长把党主席干，这不行啊，不能有武力啊，不能有这种谋反啊，不行啊。但是我言论自由，我用讲的嘛，我讲的我不会说我用讲的用音波把你台湾的总统音波把你震死，我的网络的这个电磁波把你行政院长震死，不可能嘛，就是我的言论自由，所以秘密通讯。到今天2021年呐、啊，要到九月了。台湾有，哦，但台湾现在也有一些问题了啊，因为涉及到大数据啊，什么东西，那是另外一回事，细节不管啊，也有这方面问题。可大方向来讲，中国到今天没有。但是说中国人说，我可以啊，我可以上腾讯啊，我可以上微博啊，我可以网络啊，都可以上啊，没有问题啊，我秘密通讯啊，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能不能上国外啊？哎，你不能说秘密通讯，我国内可以秘密通讯，我国外不能秘密通讯，这是啥子东西啊？你秘密通讯吧，全宇宙啊！你像在台湾、新加坡啊，或者欧美，有没有规定说我英国只能是在英国国内啊，我可以秘密通讯，我不能跟美国，不能跟法国，不能跟非洲秘密通讯？人家说这叫什么秘密通讯啊？到现在，中国人啊绝大多数啊，政府可以。军方可以，警察可以联对外联络啊，他说这是公务方便啊，或者高干啊自己在家里去联可以，一般老百姓不行，中国大陆境内可以，国外不行，不能上 YouTube， 不能上 Facebook， 不能联外，这很奇怪。这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那说那好，那在国外我也不想上了，我们全中国就够大了啊，全世界哪里比得上中国？要向中国大陆学习，国外我不上。在中国大陆有问题啊，你试试看，你要是讲一些政府共产党不好的帖子啊，你的帖子就是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了，你看看是不是经常马上就不见了？哎，在自由国家，你的帖子不能删掉啊，这是我言论自由哎。我在什么这个平台、那个平台、这个新闻网站、我那个网站，我留言啊，这是我的权利啊。留言内容我只要不要说啊有撒旦啊这个明天地球灭亡了这些东西不行，危害社会大众你不能留。但是你说我觉得这个电影明星很漂亮，我觉得那个不漂亮啊，我觉得政府这个事情做错了啊，我觉得那个啊政府那个人有问题，这是你的言论自由啊啊。但你不要说那个人他明明好好的说他贪污啊，那个人拿出证据啊，你可以说我不同意这个政治人物的言论，我觉得有问题可以，但你不能说他有小三啊，人家明明没有小三，像这种东西你要拿出证据啊，啊，但是你正常的说啊，我觉得这个好，我有什么看法啊，也没有人身攻击，也没有说假捏造事实，我只说我有我的看法，这可以的。可是很多帖子就拿掉了，啊，我们上集先讲这个。